可是啊，你是要接什么表演啊？这有两个空白的纸，哦不，两边都没有东西哦。他是不会说话的小孩，我差点忘记了。对，他的确小孩。看起来像没有出生吧？就是解脱了，老师稀妥了。老师的。9月28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教师节。你赶紧开始好不好？有一个职业非常的辛苦，要有很有耐心。老师。好，乖乖乖乖乖，老师会被你气死吧？今天是特别的节日，对不对？对。做完编一个伟大的魔术，好不好？好。再拿两张纸，没有任何东西，那正面、反面都没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刚说过，今天编一个很伟大的魔术，你们心目中最伟大的那一个人，用力想，用力想，知道吗？好，然后1、2、3，耶！大老师。我是谢老师呢。啊，我就是你的老师啊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有没有听过？那小白就是你的爸爸、啊。你是叔叔。爸爸。我是叔叔，那么他是什么？爸爸。我的阿姨。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我们发现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好玩吗？好玩。感觉这不错吧？笑。那我们就到了。准备两张新卡纸，加一张对折后压平。另一扎对折后，从中间割开，留下其中一扎。道具就准备好了，在道具上方贴上喜欢的图案，即可开始表演。将有图案那边合在一起，左手捏住一边，右手翻页展示，翻反纸扎，胶带正反面是透白的。最后将两面图案朝向自己，送出祝福。爸爸说，成双成对是最美的组合，就像七夕的牛郎和织女，中秋节的吴刚和嫦娥，端午节的屈原和粽子，情人节的爸爸和尼采了。老师，你辛苦了，今天一定要快乐哦！明天也要快乐哦！快乐是吧？下，那我们。